你看金门的大胆地打倒，特别铁军金门关即马想讲要大力推杀观光，也毋过听讲初期先无要开放大陆观光客，在地历史乡的乡长感觉安尼真可惜，而旅游业者嘛希望讲主管机关是毋是会当搁再考虑。前线内底前线，金门大力打倒特别铁军，正对皇宫要转型做观光胜地。根据规划，未来大力打开放是以金门的民众优先，再来是被驻守过大胆甲力打倒的官署兵，第三则是台湾的民众。而且开放的初期是无考虑中国大陆的观光客。因为大胆毕竟是最前线哦，恐怕就是要比较审慎去处理，然后把它定位好，要做哪一类的观光，它的因为面积不大。所以他必须要先把它保护好，循序渐进会比较好一点。金门县政府初步规划开放大力打倒观光，配合电梯设施完成，会伫两三年来试办。但是因为大力打倒面积不讲介大，拢干那较无一平方公里，因此会采取总量管制适度开放。因此初期是无考虑中国大陆观光客登岛。不哩过大力打倒对历史乡乡长，原本是希望借此带动小金门发展，那总共排除中国客是真可惜。初期可能排除陆客，啊，你会不会觉得这样可能会比较可惜啊？来观光的人就会可能少了很多。如果真的要开放，就全面开放嘛。主办看好上机的旅行业者表示，在中国厦门，每年拢超过100万真侪中国客，坐船为海上看大胆到顶头，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排放行程。那总共开放大力带观光，估计对中国客是真有吸引力。希望官方会当搁再做评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